是非，前尘暗藏血泪，一别经年难追，道不尽真实原委。命运辗转迂回，生死祸福相随，执念难消，损真虚伪，任风吹，风雨飘摇，一心不悔，用一生奉陪，至少有你同行与同悲，揭竿宿命，一往无悔，一场梦回，山河明媚，只守与君归，思想来回，心不着尘灰。严大人，难道真的没有令人起死回生的法子吗？这世间有太多不公，尤其是对女子，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什么三从四德，要是做错分毫，便是会遭人唾弃，那唾沫星子快把人给淹死，想一想，这是何其讽刺。可人若只执着这些，又如何能求得真正的公平？秀秀，你是如何认识莫大人的？又为何会唤他为莫大哥？他曾救过我，不过没准那时他就已经挑选了我当祭品。你当真是与莫秀秀有几分相似？可秀秀终归不是莫秀秀。这是作甚？放了莫大人！莫千之勾结火蛾邪教，徇私枉法，滥杀无辜，内卫府奉旨缉拿。一派胡言！莫大人守护百姓，同半面鬼拼死鏖战，当时斩杀罪人纪大福，沈大阁领就多次阻拦，不难看出别有用心。莫大人就命我等多加提防，果然查出你们一行与半面鬼暗中交易，如今还想劫持莫大人，还想倒打一耙吗？你们这是栽赃！沈大哥领来了瀛州城后，这半面鬼就如雨后春笋，一节节冒出，这难道也是巧合？愚蠢至极！你们都被莫千之的伪装给骗了，到底是谁抓了你们？秀秀，你快告诉他们真相啊！莫千之才是勾结半面鬼，想要利用你们来献祭的人。沈都，这么多年不见，想不到你竟变成如今这般模样，束手就擒吧！管贼，快放了莫大人！莫千之才是纵容半面鬼在城中行凶的罪魁祸首，他利用了你们所有人的信任。白无常，快放了莫大人！莫刺史是个体恤百姓的好官，他一心记挂着我们百姓，你们不要栽赃陷害了！放了莫大人！放了莫大人！你们干什么？不要误伤百姓！打也不能打，说也说不通，这帮瀛州的百姓都已经疯了。沈都，孰人孰鬼，他们看清了，你呢？这才是你的算盘。且慢！
住手！孙谭，你们一良人是要造反吗？得罪了莫大人，你们都知道我们一良人有多难缠。后退！让他们走。今日多谢孙帅前来解围。大哥令客气了，徐帅已通过书信命我配合严令史查案，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今日若非一良人的相助，城里的百姓一人一口唾沫，怕是都要把我们淹死了。对瀛州城的百姓来讲，莫刺史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好官，三年搭建周堡，免费施粥给百姓，平日里又带领衙役给百姓修缮房屋，还分文不取，这样的官百姓怎么可能会觉得是坏人？一面是百姓爱戴、同僚敬仰的善人，一面是草菅人命、听信邪教的狂人，这两副面孔，还真是难以分辨。如今我们只能暂躲城外，静观其变了。难为诸位一良人的兄弟们了，要跟我们流落至此。徐帅认准的人，我甘南道地区一良人首领。谢你们。大哥令，刚收到的密函，香安来的。太皇太后已命令周围郡县的兵力集结，要我和镇远将军一起活捉莫千之。可莫千之刚派人把我们赶出城，这密函来得也太快了。来这之前，太皇太后召见过我，让我盯紧莫千之。到了瀛州城，曾有密探与我接头，应该就是不久前被害的比丘。很可能是他察觉到了异动，一早将消息传到了香案。如此看来，普天之下，大仓内外，岂不是都在太皇太后的监视之下？由此可见，太后来甘南道处理半面鬼一事，也在太皇太后的计算之中。太皇太后命你攻取瀛州城，若是交战，城里的百姓该怎么办？希望在镇远将军来之前能有所转机吧。谁出来。齐野云，鬼鬼祟祟，非让人抓过来不可。这可是我姐教我的，凡事都得先观察清楚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沈都在此，我同莫千之有话说。想聊，上来讲。真敢一个人来啊，不怕我杀了你？我是来给你下最后通牒的。香烟已知你有变，太皇太后派了镇远军发兵瀛州，现在收手。
还来得及。想攻城，不会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。你是觉得，城中数万名百姓都追随于你，再加上那几个半面鬼，可以与朝廷一抗？民心所向，可抵万军。你还记得当年拜入家父门下的誓言吗？尽忠报国，无愧于天下黎民百姓。神兔，我是真没想到有一天你会跟我说这些。你难道看不到现在的大仓早已爬满蛀虫，腐朽倾覆只是时间问题？那就去掉这些蛀虫，而不是推倒的。火峨门的人向来草菅人命，随时可能过河拆桥，你也要用这些无辜百姓的性命赌这一把吗？想要谈也可以，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替沈夫人向上人头来谈。那就是没得谈了。阿杜，他是太皇太后的人，是太皇太后用来挟持你的工具。没了他，你就会清醒，就会看到现在的大仓是怎样的满目疮痍。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的人是你。这一次，你真的做错了。我错了，你认贼作父啊，不，做母。他每天吃的是你族人鲜血染红的山珍海味，享用的是你族人尸骨堆砌的荣华富贵。我错了，那你岂不是错得更离谱？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？这是装粮草的袋子，为何印有当年粮仓印记的粮草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甘南道？这些不应该跟当年的大火一同销毁才对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当年我的老师，你的父亲，坚守的本就是一个被搬空了的国库。真相我自会查清楚，但是你要拿全城百姓的性命做赌注，用屠城的风险来奠定自己的基业，我不敢苟同。收手吧，我在这个世上没有几个亲人了。不需要你沟通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，我筹谋隐忍了这么久，不会功亏一篑。我记得是你说想要报仇吧？我当然想要报仇，但是我
还有我父亲，都不会拿全城百姓的性命来报仇。大哥岭，沈都，谈得如何？没有余地。锦麟，镇远将军到哪儿了？周边孟州已来信，援军大概有三日可达。这莫千之不知屯练了多少兵，若是到时城中男丁都来守城，肯定会是一场恶战。未必。韩朗君办事果然够快。沈大哥领，你要的东西全部带来。这些是？你要这些竹竿干什么？兵行险招，成败在此一举。不是打算镇远将军赶到之前先拿下殷州城吧？莫大哥，人们常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但有些痛不是存在在记忆中，而是早已深入在血肉里，会随着每一次的喘息而震动。他无时无刻不再摧毁，不再咒骂着我为何还不去死。那些没有真正经历过的人，又怎么会知道？又凭什么教别人该怎么活？秀秀，你觉得我错了吗？你是个好官，是个好哥哥，是我见过的最好最好的人。是你把我从死人堆里救了出来，你不但救了我，你还帮了这瀛州城许多。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，是这个世道亏欠了你太多才是。你和他一样，总是无条件的信任我，而我却负了你。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活过来，恐怕也认不得现在这个哥哥的样子了吧。如果可以，我很想知道原来的你是什么样子。
上面的人听着，镇远将军率兵10万已达城郊，护卫百姓，扫平叛军，这是瀛州城最后的机会，投降不杀。倘若冥顽不灵，诛杀叛逆，为我苍生。莫大人，莫大人，若战能毙，还望留着城中百姓一条生路吧。如今形势远超我们预料，听闻镇远将军生性残暴好战，再加上这10万增兵，今日瀛州必将毁于一旦，生灵涂炭呐。优柔寡断，难成大器。莫大人，主上让我给您带句话，正是拔旗易帜的关键时刻，切不可妇人之仁。火峨门的人向来草菅人命，随时可能过河拆桥，你也要用这些无辜百姓的性命赌这一把吗？穆大人为瀛州为百姓肝脑涂地，却遭奸人陷害，我们要守护莫大人，守护瀛州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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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守护莫大人。你是个好官，是个好哥哥，是我见过的最好最好的人。要与你单战。小时候的武功还是我教的，过去你从未赢过。哼，刚刚教你那招学的倒是挺快。力学笃行方能突飞猛进，总有一天我能打赢你。那你可要抓紧了，我可是立志要成为大仓第一武将，驰骋沙场，忠心报国的。这一次换我赢了。怎么办？师兄，果然是老了，反应比不过你了。守护莫大人，守护莫大人，守护莫大人，守护莫大人。这怎么办？
你来出战，也还是舍不下这些瀛州的百姓吧。虚张声势啊，阿杜，这些年你确实长进了。若是你冷眼旁观，未必不会发现这种伎俩。我赌的是你不敢押上全瀛州百姓的性命，所以你并未输。援军何时到？明日。那到时候你又如何解释？莫谦之被邪教操控，不自量力。瀛州兵力匮乏，不堪一击。现在城中还有不少百姓，认定你是被虎额门利用操控，在替你求饶赎情。告诉我，你和虎额门的头目是如何联络的？诸生效飞蛾扑火，飞蛾立火不死，轮回重生。死而复生本就是谬论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即便是朝生暮死的蜉蝣在轮回道上也会有它的位置，怎么可能不入轮回？飞蛾立火只会灰飞烟灭，入不了轮回道，怎么会重生？你所见之人可是陈火鹤？我一早就告诉过你不要牵扯进来，你不知水深，定要一意孤行。其实我从未上报过半面鬼作乱一事，是有人假借我的名义。从一开始，你们就入了别人的局。此人究竟为何？到湘安见到太皇太后之前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
无论如何，你都是我的师兄。非死不可吗？到了香安，自有太皇太后裁断。路途遥远，能否让我送他一些吃食？你放心，路上我们自然会照顾好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这名字还是莫大哥给取的。你来这儿，不只是为了此事吧？求你帮帮我，求你帮帮我。景琳，我要见莫千之。我跟那些献祭的姑娘不一样，我早就知道莫大哥要做什么，我是心甘情愿的。秀秀，住手吧！你不该来此地，回去吧。六娘，别过来！我就是想来看看你，与你说几句话。说起来，莫大哥在的那些日子，才是我此生最幸福最快乐的日子。没有莫大哥，我早就已经死了。谢谢你给了我名字，秀秀，多好听的名字啊！秀秀，但我知道，每当你呼唤他的名字的时候，是那么的不一样。我知道，原来你心里想要的从来都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让秀秀复活。莫大哥，我走了。秀秀，秀秀，秀秀，秀秀。阿杜，让其他人都退下。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
阿杜，我知你从罪容所出来，也听闻你做了内卫府阁领，更听说你变得冷血无情，残暴狠戾，可我心里还是高兴。神父只你一人存活于世，若你还是那般温和可欺，又如何给老师还有沈家众人报仇？建立内卫府后，我便一路追查，表面上神父一案证据确凿，毫无破绽，但仍让我找到了可疑之处。当年之事绝非一人能为之。老师沈秉烛生性淡薄，从不愿卷入朝堂纷争，他关心的只有百姓，不管任何人在任何位置，他只做自己应做之事，只要百姓安宁。可就这一点，就得罪了所有人的利益。你一心效忠的这个太皇太后，要的便是他的臣服，害死神府众人的就是周家人。当年之事我一定会查清楚，无论要多少年，无论是谁，我都会一一向他们讨回公道。告慰神父，冤死的数十亡魂。阿杜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你我会因为同一个仇恨走到今天对立的局面，若他日事成，记得为我点一炷香，我在黄泉路上也就瞑目了。师兄，师兄。恩怨并不是非，小雪的话后有我要给你。一别经年难全，道不尽真实原味。命运辗转迂回，生死祸福相随，执念难消，存真取伪，任风吹，风雨飘摇，一心不悔，用一生奉陪，至少有你同行与同悲，揭开宿命一往无悔，一场梦回，山河明媚，只守一走就发生了这等怪事，这是天谴呐！是中毒。闪开！大哥岭，城中有多处发生这种诡谲之事，简直骇人听闻，受害百姓已达30多人，再这样下去，怕是要出乱子了。是火蛾门的手法。若是找不到解决之法，那火蛾门岂不是靠此毒就解决了瀛州城？还是兵不血刃呢？此毒的毒性虽强，但发作时间很慢，他们一时半会儿没有生命之忧。我去想办法，赶紧弄到解药。是。你处理好此处。是。
一个眼神决定你我缘分，再次相遇便知今生两人，看今夜星辰，梦回旧时分，一双人早已生根。烛影前的情人心思莫问，青丝相连一生一世长存，借晚风叩问素爱的情深，此生有了惦念的人。一往情深，你是我认定的人。秋月春风，一生只愿你一人。你的掌纹，你的眼神，我们的爱在升温。相拥对爱多么认真，一点一滴慢慢全都封存，从每个清晨到每个黄昏，我和你永不离分。一不留神你闯进我心门，慢慢沉沦为爱奋不顾身，我冲锋陷阵也无比坚韧，因为你是我的责任。我们的爱在升温，只愿